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座回来，我是主持人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你来看基隆海洋城市怎么样永续发展，当然要结合很多的资源，所以今天不只要教大家长知识外，还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行销的重要。为你邀请到四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经营管理组主任徐凤仪。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主任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海科馆公务机电组的主任林谷平。主持人好，大家好。主任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内政部地震司科长黄巨富。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科长好。第四位呢，是我们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展示教育组主任宋作忠。主持人好，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内容之前，要先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是地震司，是那种地震吗？其实不是，是跟我们民生息息相关的地震。你快看看，这是地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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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是大家熟悉的那种地震，却是执行国家土地政策中非常重要的机构。今天要介绍的正是这个隐藏版的大人物——地震司。大家好，我是地震司司长。很多人不清楚地震司在做些什么。其实，地震司的业务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举凡道路的开辟、住宅的一个建设，都需要用到土地哦。所以认识土地行政，才更能守护我们的家园。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地震司吧。地震司的工作说的简单点，就是管理全国的土地，主要负责六大项目：管理地籍、地权、地价、地用、测量，还有不动产交易，最后将全部资讯数位化整合。那么这些项目又是在做什么呢？第一，地籍管理，就是将地震机关建立的地籍土部，借由土地登记来确保不动产的产权状态。所以如果要办理不动产的买卖、移转、设定，记得要到土地所在的地震事务所申请登记，才能保障财产权利哦。我们已提供同一县市跨所服务，让民众能到最近的地震事务所办理登记，更省时更方便。不过至今仍有存在登记不完整或不符合现代法规的土地，所以我们持续清理地籍，产权清楚了，土地才能被有效利用，也达到保障民众权益的目的。第二，地权管理，早期实施的耕地375减租，当时将电租降低到1/3375，对租电权利义务的平衡有很大帮助。而现在的业务之一是县市间的工地使用权调拨，例如要建构高铁，就需要协调取得路线中经过的县市公有土地，才能有效串联。还有一种情形，如果今天你是外国人，想要在台湾买房子，那房子买卖的相关规定就是地震司负责的。每一笔不动产买卖都需要登录交易资讯，而每一笔土地也都要公告地价及土地现值。这就是第三，地价管理。地震司会督促各县市政府公告每一笔土地的地价，注意地价均衡性，让地价维持稳定。登录的交易资料库还能用在不动产价格的调查和评估，像是地价指数、住宅价格指数及房价负担能力等，民众就能透过这些资讯更了解不动产市场情形。第四，土地利用，是将土地资源配合社会发展进行开发利用，透过土地征收、土地重划及区段征收，政府能有效取得相关公共设施用地，像是要设立公园、学校、道路、沟渠等公共设施时，政府先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如果需要征收土地，则依照市价给予补偿。另外，没有列入都市计划范围的非都市土地，
则依据其使用分区及使用地类别进行管制。第五，土地测量，要知道每块土地的面积多少，甚至连国家领土及主张海域也由我们进行测绘。从最早的人工徒手绘制地籍图，逐渐运用航空摄影测量、卫星定位科技，发展成一化测量数值图档，并结合地理资讯系统，一步步朝着智慧国土的方向前进。此外，我们也积极推动海域测绘工作，发行电子航行图，负起维护航安的国际责任，同时也捍卫国家主权跟海域权利。第六，关于不动产的买卖及租赁，也都是我们的业务哦。不管是买卖或租赁房屋，都可以使用定型化契约，它规范契约的应记载事项，用这份契约等于你的权益受到保障，就能更安心居住。同时我们也推出包租代管的政策，透过租税优惠的方式，鼓励房东委托专业经营，增加租屋供给量，让房东跟房客都能得到双赢。目前正在推动跨县市的互通资讯网，提供更多便民服务，未来将推动地震系统单一入口，这样民众就可以享受更全面的整合服务了。大家是不是更了解地震师了呢？任何跟土地权利有关的事物都是我们把关的对象，不过要记得哦，地震师包山包海，就是不包含地震哦。哎，真的不包含地震，真的是地震。那刚才可以看到，地震是跟我们人民生活息息相关，而最重要有一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国土测量。在测量的部分，我们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台湾最高峰玉山的主峰是海拔3952公尺，你知道从哪里开始计算吗？答案是基隆的台湾水准原点。水准原点到底在哪？我们要请我们的黄科长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解释介绍了。好，谢谢主持人。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水准原点是我们计算玉山主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目前基隆有我们的台湾水准原点，其实它是有典故的。那基隆呢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设置水准原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其实在120年前从日本到台湾，它那时候就已经选定在基隆设置水准原点。啊，所以这个地点的话，目前相对于基隆来讲，它就是我们海门天险的一个公园那附近。那内政部是在64年的时候重新再建造了这个水准原点。那91年，内政部又用最新的一个卫星测量的一个科技重新来做一个维护美化。那好景不长96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在基隆这边设置一个东岸的连外道路，在附近设一个桥墩，所以我们为了要维持它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品质，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在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附近，设置我们现在的一个台湾的水准原点，是在103年的时候呢，正式完工的启用。不晓得主持人你知道吗？其实，在选点的过程中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我们全台湾就只有一个水准原点。对，水准原点，所以我们当初在基隆选了很多地方最后才选到了一个这个海科馆的一个附近，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对我们这个水准原点的一个支持。当然，基隆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那有这样的一个水准原点的加持，会让它更有意义哈。那事实上，这个水准原点我们选在海科馆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它这个地方其实它腹地很大。腹地很大，那也容易维持哈。那它因为它在附近，你看这个是它的现地的一个照片哈。它刚好就在滨海公路的一个旁边，所以我们在做测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引用，所以直接引用。所以再加上我们希望跟海科馆长期来做一个合作，做一个科普教育的一个推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初选在这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不晓得主持人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玉山主峰是3952公尺，那我刚才也讲说它是从水准原点起算，那为什么我们讲说它这个3952会称是海拔高？
哦，那观众朋友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叫做海拔高？那海拔高的话，顾名思义，好像应该是从海平面，海平面开始，对，海平面开始起算。就现在不是哦。对，现在又好像又不是啊，其实它是有原因。大家有没有想过哈？我们月亮哈，月亮有这个圆缺嘛哈？那当然我们潮汐也有涨潮退潮，所以换言之，其实我们海水面应该是在动的。它在动，它会跟着我们潮汐会上下会变动。那当然我们还有风浪的影响，所以事实上我们真的做测量的时候，不太可能说从海每次都从海平面去算嘛，也很麻烦。所以通常我们会在潮位站的附近选一个水准的一个原点，哦，各国都是如此哈。那所以这个水准原点我们要选的时候要非常谨慎，而且我们都会选在位于有岩盘的一个地方。哦，岩盘。对，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地质很稳固，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设置了水准原点，那也方便我们施测。那所以我们这样原点我们就称为水准的一个原点。那我们在做施测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呢，我们称它叫做水准测量。哇，所以这样听起来长知识了，原来水准原点不是我们的海平面起算，而是在我们的陆地上，而且它真的非常的重要。要请科长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它的应用呢，如何在不同的领域上来应用？是的，台湾水准原点其实它真的是很重要，它是我们整个国家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其实国家也有订相关的一个法律哈，在国内我们称叫做国土测绘法，它其实在第三条的第六款跟第七款有明定哈，这就是我们全国在测量地表。地表的高层高度，我们有俗称叫海拔高或者是标高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算点位。那它这是我们国家法定的一个基准，法定的一个基准。所以举办我们国内不管是海洋科技或者是说河川整治啊，然后我们工程的一个建筑建设都跟它息息相关。所以内政部对于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视的。那水准原点它其实我刚才有讲说，其实它源自于日本在台湾统治的时期嘛哈，那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意义，那在基隆也非常结合它古都的一个特色哈，所以我们在后来选点的时候也觉得应该维持在基隆市哈，所以我们有人说基隆其实是最有水准的一个都市嘛哈，对，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回顾了过往的一个100多年前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哈，当初我们选在这边其实也有发现基隆港它的潮汐的变化是最小的哦，它潮汐变化很小，所以我们在算这个平均海水面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哈，它比较稳定。那再者我们也查了以前的一个文献哈，在日本它在台湾的时候，他们为了要去了解台湾的整个地势哈，所以他们在这边就做了很多的地图。那我们称叫做台湾的一个宝图了哈，台湾宝图。那从台湾宝图，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大概它如果对照现在基隆市哈的整个都市的一个情况来讲哈，事实上它这个水准原点当初就是在中正路基隆市的中正路的一个附近，它在当时叫做大沙湾呐，大沙湾的一个地名哈。那个时候有设潮位的观测站，那个时候叫做社寮岛。好，社寮岛在现在的名称叫做和平岛。和平岛。哎，对，所以他们就利用了这样的一个水准原点跟潮位站，完成了全台湾的一个宝图。哦，这些宝图目前都典藏在中研院跟我们内政部。哦，所以这资料是非常宝贵，这都是100多年前的一个地图，都是用手绘出来的。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这个原点的一个历史。那不晓得各位观众有没有想过哈，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说玉山海拔高是3952，那我们当初怎么测哈，或者是说后来我们怎么测哈？那日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也测了玉山啊，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准，因为以前的科技没有那么发达。那内政部为了要精准的去再测量一次玉山的一个正确的一个高度哈，所以我们在90年前后，我们就完成全台湾的一个水准测量。那最困难其实在哪一段呢？最困难其实就是在我们在进到玉山的登山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它必须要从塔塔加的一个登山口开始进行一个施测。那从游客中心到玉山过程中，我们新设了17个点位哈。那全长实施14.5公里的一个观测。
那这个空间高差达到1500公尺，所以换句话说，它其实它坡度大概10%。那更困难的是说，在后段大概2.4公里，它高差有将近550公尺，它坡度将近25%。哇！所以其实非常人光站在那边就很陡哦，所以其实是很难很难施策哈。说到玉山这一段，我们有准备一段 VCR 要给大家来看看，到时候要请科长一边看一边来跟大家来解说啊。我们请导播。哇，这现在是什么情况？这个就是你看左边哈，我们左边有一个黄色的一个设备在那边哈，然后有个人他坐在刚刚蹲在那边去调整他的仪器，那这个就是一个水准仪。那我们要做水准观测的时候，就如同这张图哈，抱歉，就是他必须要让仪器整治水平，它平的情况之下呢，它才有办法做前后式一个观测哈。它前后式的观测，像刚刚我提到说左边这个黄色仪器，其实大概就是中间这个仪器的这个位置哈。那它如果这个仪器的位置，它必须要维持水平，才可以做前后式这个现在画面这个地方哈，画面这地方，这就是刚刚黄色仪器的一个整治的位置。那他在观测的时候，必须要去看他的前视跟后视哈。原来就是这个方式。对对对，是。好，长知识了，长知识了。其实它还有可以应用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请林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用趣味或者是有意义的东西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主持人、各位观众，那我大概说明一下哈。那我们不管做任何测量，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想要定位。好，那我们要怎么定位呢？人类在地球上，我处于某一个位置、某一个高层，我要怎么形容我现在人在哪里？所以后来人类就有赤道，我们可以找出知道还有那个指出本午线，我们就可以定出我们的经度跟纬度。那我们就有平面上的位置。那既然有平面上位置的时候，我们下一步就是想知道，我所处的地方大概距离海平面有多高？这个对于我盖房子或是开路都非常重要，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在台湾找了一个水准原点，作为我们原点的测量起点。好，那有了我们有了经度，有了我有了纬度，有了高层之后，我们就在测量上面完成了一个定位点。好，那刚刚科长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水准原点是怎么制作，已经怎么应用的。那海科馆这一次，我们在水准原点的旁边，我们立了两尊公仔，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请导播这样推过来，我们看一下，这是目前在海科馆的水准原点旁边，我们立了一个正在测量的那个女孩，她是我们的探索女孩，那也是海科馆的吉祥物。那大家可以看到，她手扶的一个经纬那个水准仪，她正对准的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北火熊，她手上有一个标尺。那其实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假设我们现在已经从水准原点引出了女孩所在的高层点，我们也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北火熊它所拿的这个标尺，它的刻度，我们把它量出来之后，北火熊现在移动一个位置，我们把它转过来，我们再量一个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点甲点跟乙点之间的高层差。那我们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甚至做一个闭合的测量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条什么？那个闭合的等高线。好，那我们当我们把每个点的高层都把它测出来之后，我们就有高层图。有了高层图之后，就可以做非常多的应用。好，那我先说一个最简单的应用，就是排水。那大家知道吗？海科馆以前所在的八斗子半岛其实是一个岛。哦，那这个岛其实就是把八斗子岛跟基隆把它做一个分隔，但是当初在盖北火电厂的时候，我们考虑到，两边我们需要火力发电厂需要引水进去，然后去做一些冷却的动作再出来，因为发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能，那所以日本人他们当初的工程师就非常聪明，他们做了一些引水道，想办法要把海水引到海科馆里面，那这个时候高层测量就非常重要，我们要怎么安排管线，让海水能够自动流入北火电厂，然后做一个冷却动作再出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八斗子半岛，八斗子岛假设上面有个火力发电厂，我们要过去很不方便，所以我们要进行填土的动作。
要怎么样把这个海沟把它填起来，让八斗子跟基隆下游把它连成一片。那大家知道土方测量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土方非常的贵，不管你是挖土方走还是拿土方过来填，我们都是一车一车的再过去再回来。所以土方测量测得好的话，这个高层点点得漂亮的话，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最佳路径。那日本人他们当初就找出了一条最佳路径，用最低的成本，然后还有最高的效率来挖埋这些管线，这个就是高层测量这一次在这上面最佳的应用。哇，所以也是长知识了，原来有这么有趣的这一段。好，那水准原点移到海科馆的意义跟价值，我们要请科长来跟我们好分析了。好的，刚刚我提到哈，我们水准原点好不容易能够搬到这个海科馆啊，这个对面哈。那海科馆这个地方，其实它，我可以说它是一个宝地啦。当初在选这个地的时候，我自己是承办的，真的，所以其实我当初是很用心在选这个位置。那我真的很高兴哦，说海科馆他当初愿意试出这么一小块的一个地方，这个是目前这个水准原点的一个位置哈。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哈，它其实是背山哈，面海，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风水上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而这个意义呢，当然不是只有风水而已啦哈。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我们选在这里，是因为它在基隆少数有岩盘的位置，岩盘的位置。那另外呢，这个我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遵循古法哦。你看这个地方，我们有箭头的地方，其实是用石桩来做一个埋设。早期的水准原点其实都是用石桩，那后来我们现在新的科技都用不锈钢。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维持了一个时装的一个设计，而且我们的设计上，我们也采用的这个测量一个方位，我们有标示它的东南西北的一个方位。那同样呢，高层的部分呢，你看现在这个画面上的哈，它其实有四周有特别凸起来的一个位置的啊，那就是我们希望呈现这个高层的一个意涵，就是让百川这个纳流的一个意思。其实这个都是当初我们跟建筑师在讨论所设计出来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包括这个点位的埋设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科学一个调查，我们用这个政策的一个方式去了解到岩盘确切的位置。那另外我们也做实地钻探，所以其实这个点位我们旁边还有埋设一个深达14公尺的一个不锈钢板钻探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它是永久稳固在这边。那所以换句话说，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科学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分享给民众，去更进一步去了解我们水准原点当初设计的一个寓意跟价值。那当然也包括刚刚讲说，我们跟海科馆最近一路的来办了一些活动，还有做一些公仔的一个展示，其实无非也是希望让民众更亲近测量，更了解水准测量，而不是说我们只有去爬玉山啊，了解百岳。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玉山是我们东北亚最高峰，大家知道吗？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它是被认证过的。那这个认证我们知道说这个最高峰，同时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起算点这样才知道说原来它的高度是如此。那当然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也有问我其实为什么我们水准原点在基隆，我刚刚有解释过，那全台只有一个，对，而且全台只有一个。那也有朋友很自然的来问我说，那它既然是起算点，那所以它的原点的高度应该是零咯。不晓得大家看法怎么样。那事实上我刚刚有提到，特别提到说我们高度应该从这个水平面算起来，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原点它现在真正的高层值是4点多公尺，事实上它是4点多公尺，就是它4.8。那另外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水准原点这样搬，那玉山高度会不会变？对呀，对啊，最好是越变越高，对不对？是啊。那事实上测量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位置不变的话，它的高度原则上是不会变的，除非台湾因为有些造山运动那所以我们上次在103年落成之后，我们其实后来也对外做一个解释，我们只有在原点的位置变，所以它的原点的高度有变，
可是我们玉山的高度事实上是不变，所以诸如此类，其实民众其实可以或者说自然而然联想得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跟海科馆合作哈，透过他们的专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这个科普的一个介绍。哇，所以透过科普介绍就要请我们宋博了，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合作计划？实际上就是参与这个计划以后，我们也跟地震师这边的同仁也都讨论过了，海洋或是水准原点的这个议题，可以合作的范围是很多的，身为一个博物馆而且是身为一个最有水准的博物馆，我们当然要善用这个地基嘛，对不对？所以说未来这几年基本上可能会是一个中长程的一个合作，就是希望把刚刚不管是科长或是我们林主任讲的有关水准或是那个我们叫做量测，好，这个部分比较工程人员的这种土木，尤其是土木或是量测人员的这种专业的那种知识，把它跟生活结合，我们未来可能也许会不管是用现在目前很多是 AR 嘛，用 AR 的形式去让游客在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知道我们这些过往100多年的这个水准原点的这种知识，这种很宝贵的图，然后跟现地跟实际跟未过，等于是穿越古今呐、这种方式来理解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这边的每个点的地方，请他可能有机会，可能可以去我们富裕公园看看呐、问他，那边水准是多少？类似这种闯关的这种概念，得宝的这种概念，把它有趣化、生活化，让它能够更贴近人民的生活，就是让民众容易记住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我们也可能未来会搭配我们现在目前海科馆非常夯的一个这个活动，就是 ARG 的部分，这是我们特别针对就是特别针对不管是学校老师，或是甚至自学团体的家长，或是教员，只要有兴趣的，他可以跟我们申请账号，他就可以自己用我们的资源，当然未来包含地震师的这些相关的水准的资源，做他自己的实境解谜游戏。哦，这还蛮酷的。结合我们的那个数位典藏的或是数位的资料库，然后他可以研发自己的课程，让他小朋友，让学校，你就会收不完的课程。对，他就可以用他不管是这就不管是他的，也许他的不管是上学校的历史课，不管上学校的地理课，甚至任何的一些跟海洋有关的课，他就来捞我们的资料，为他的学生设计独一无二的课程。这个是我们想要做的，然后希望我们未来还有机会合作下去，这个是我们的期望啊，哈。对，这部分我补充到这边。所以真的很酷哎，所以看起来是很遥远的东西，测量遥测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息息相关。那说到这，其实也算是行销的一步，因为我们基隆有水准原点，就在我们基隆，就在我们的海科馆旁边。那我们要请我们的凤仪博士凤仪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海科馆跟中央地方政府合作推出了很多很有趣的新活动，哇！这一年来行销的成果很丰硕呀。好，谢谢主持人哈。我想，因为上半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大型的活动其实我们都已经取消掉了。那等到疫情比较和缓之后，我们其实陆续推出了蛮有特色的一些活动。那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导览其实是比较单向的一个处理，那我们把它改变成是无感的一个体验，所以我们推出了一个真人的博物馆。那这个活动其实蛮感谢海委会还有基隆市政府的一个合作，我们选了一个6个海洋职人的一个体验，然后让学员去真正体验这个职人的生活。那选了一个 Q2， 然后还有船长，然后还有饮水人，然后海巡，那再来有海女，那另外就海洋科学家。这6个职业其实看似感觉好像比较遥远，但是呢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很贴近的。那比如说叫 Q2，我记得那一场其实是利用，我们记得那时候是利用凌晨2点的时候，
两天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卡马丁，哇，带着学员去卡马丁去感受那个鱼市场的一个氛围，所以也让他们亲身去感受到那个职人，对职人对于他们职业的一个那种甘苦谈。是，哎、欸，我觉得那跳手都好厉害，他头脑都好清楚，而且叫卖价钱叫得好快，而且他听也听得相当准，真的是很厉害。你一个动作可能就会就 对，他就觉得你要买。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把一些职人的那种，把那些比较属于课本上的一些职人，然后变成活生生的跳脱在学员的眼前，让他们可以真正感受到，以后也许这边可以一些的职业的一些推广，其实这是蛮好的一个活动。那第二个活动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美人鱼，那这也是我们非常今年度下半年非常有特色的活动。然后可以看，大家看一下这个美人鱼。不是真的美人鱼，但是我们是由一群爱好自由潜水的人员，他去诠释人鱼的一个展演表演。那当然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演，我们希望是能够传达，因为毕竟我们人类制造非常多的海洋垃圾，那这些海洋垃圾对于海洋生态、海洋生物造成非常多的不便，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表演，然后有小剧场式的一个演说、故事性的叙述，让去说明说这样的一个垃圾对于这些海洋生物造成多大的不便，那当然进而希望能够游客或是观众能够从中知道了解到，我们能够随时随地能够减少避免一些海洋垃圾对这些生物其实是最大的帮助。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展演非常成功，然后在宣传上，对，然后当然我觉得如果说今年已经错过我们的人鱼表演，明年还有机会，我们预计明年其实六月份开始也会一直做展那个这方面的展演。那这个活动其实也很感谢海委会海保署的支持，才有办法让这样的一个活动去促成。对，好，除了这个上面活动之外，我们其实为了让我们博物馆的场域不只是博物馆，所以我们也跟一些为了活化我们一些场域，所以我们也跟一些企业做跨域的一个整合。像这个当图片上可以看到，这个活动其实就是儿童滑步车的一个比赛。那这个是由一个企业，它这个企业其实主要是在做儿童体能的一些训练，那它把这个滑步车的这个运动带到我们的展馆，结果那个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其实那个家长比那个小选手都还要紧张，然后那天整个场域其实是非常活络，对，真的很。他们比完可以去海科馆里面看。对，我们也是跟我们的展馆做一些结合，然后就是比赛完之后，那个可以进到我们展馆去参观，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跟企业一些合作，然后把一些人潮带进我们展馆，那这是其中的一项。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蛮重大的突破，其实就是我们在科学节，我们也跟我们的台湾艺术传统台湾传统艺术学院合作，因为他们有一些昆剧剧团、京剧的剧团，那我们把他们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是八仙过海，然后呢这个是那个西游记的大闹龙宫，我们把一些我们传统戏剧比较属于海洋神话部分的一些戏曲搬到我们的展场，然后让那个整个新旧结合，然后让大家去了解到，其实在除了我们在谈海洋科技最新的科技之外，我们也是其实也顾虑到一些传统，我们不希望把这些传统能够传达给游客、给观众。然后当然喽，那天的演出非常成功，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而且你们好多场，我记得对，非常多场，太厉害了。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跨域整合啦。我们一方面也是对传承，也希望能够传承，然后一方面也做一些创新，所以这个也是当天的演出也是非常轰动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最近应该是上个礼拜才结束的那个台湾科学节，这个也是一个叫我们台湾首次的一个科学节，这是长达16天的一个活动，包含海洋市集，包含那个大型舞台剧，也包含一些工作坊。那这个是由教育部所主办的，那教育部把我们整个北中南五个馆所串联，然后将一些应该是各馆所的一些活动然后串联起来。那开幕那一天，其实我们用最新科技 5G 的连线方式，从由北到南每一个展馆的那个开幕的状况全部
全部连接在一起，然后让参观的游客能够体验到各个展馆的一些活动。那像这个活动其实是可以我们主要的传达其实是希望能够把一些科学艰深然后一些枯燥的能够透过不管是戏剧还是戏曲还是一些市集用桌游的方式或是一些AR VR 的体验，让这些科学转换成变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然后进而能够让这些学子能够了解到，科学其实也很有趣，然后进而能够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这方面能够多有一些进展。那以后的不管是在职业或是在那个学习方面，能够让他们能够增加他们的兴趣，我想这也是一个首次科学节一个主要的一个用意。那我们科学节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请我们的展教组主任做一些补充。宋博。好，谢谢徐主任。实际上台湾科学节的一个重要意涵就是他希望因为今年的议题是我的地球我来关怀，就是希望尤其是从针对环境议题也好这个角度来看，到底我们还可以为这个地球做什么。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个，我们也在我们的科学学习中心里面，就在职涯基地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又邀请了很多个单位来演示很多，就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就是非只会用在造船的那种船舶设计的这种船壳的流线这种概念，但是它是透过 AR， 它可以。你可以从船底感觉一下，你可以从看到荧幕你就知道，你可以想象你是从船底在看船的流水的情况，那个流线的情况，这个是以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设备只要好一点的 notebook 加上一个 webcam 加上一个 3D 印表的输出的船壳定位好，就可以让学生体验到了。以前在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类似的设备，那叫做可视化流场，它是要透过搭配镭射的，我相信可能科长跟我同年代的，是是是我们要透过镭射去观察流线，用烟要观察烟雾去用流线去打，那个设备大概几千万吧，一个实验室而已哦。然后可是呢，我们现在大概10万块的电脑就可以模拟出来了，在打怪的电脑，那就可以做到了。这是科学节的一个很重要，就是把国家实验研究院的一些很深的顶尖的那种很也许很他们感觉很无聊的东西，我们透过跟海洋科技的一个结合，这有趣的议题，我们让它呈现在有那个民众前面。好，当然这个是科技，它实际上还有。我们还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希望我刚有提过，就是寓教于乐。我们希望游客哦，不学习过程不要有负担，他是在游乐中学习哦。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是真人大富翁啊。好，我们说叫真人大富翁，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观众有没有感受到什么叫意思？就是大富翁，我们可能都玩过，对不对？是在桌上玩大富翁嘛，掷骰子嘛。这个真人大富翁是抛一个大概50公分乘50公分乘50公分的大骰子，决定你要走到哪一关，是你自己人去走。啊，这个照片目前图版的照片这个部分是在秀出来是小朋友在玩过大富翁以后，有讲师穿绿色衣服的讲师跟这些小朋友解释珊瑚。为什么会白化的原因，这是等于是课后回馈的概念，游戏中学习，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努力想要推广的东西。所以说海科馆的学习活动算是基本上是有口皆碑的啦，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更多面向更多年龄的，就像我们馆长曾经提的，就是我们需要塑造一个全龄的学习环境。我们要每个主事都要去做到，不停的去针对业务的性质，去发展全龄可以在海科馆学习的
探究的课程，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目标。哇，刚刚说到的科学真的让人家非常的感动，没想到很深奥，看似深奥，但是没想到跟海洋结合会变得那么的有趣。那刚刚我们在基隆，我们面临的是东北季风，东北季风一来，大家就会觉得哇，那个风吹来真的是你出门要戴帽子不然头会痛的那种感觉。我们要请我们的林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在营运还有这个设备维护上，其实碰到东北季风是很花钱的，对不对？嗯，是。好，跟各位朋友报告，相信大家生活在基隆，我们有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电器用品叫什么？除湿机啊。因为我们一年下几天的雨啊，这五年的平均降雨量是 197.8 天，就198天啊，198天都在下雨，这个对于任何的土建工程的工地来讲都是一个非常不耐的气候。我们大概讲土木最怕什么？怕哦，我们要防腐，要防湿，要防盐害，要防白滑，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多加的维护它。那我曾经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海科馆在我上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就是漏水。其实这个漏水是多方面的原因啊，因为主要是海科馆的场馆它本身在北火电厂的时代，我们在保留它的时候，我们保留它的骨架，然后我们把它拆到剩骨架之后，再用现代的技术把混凝土跟钢板把它镶在上面，因此它也稍微有一些漏缝的部分。那还有就是说下雨的时候，它会让混凝土，就是说它会产生中心化，产生白滑，那逆风会越来越大，就越，所以一开始是小雨，然后慢慢就变大雨。所以海科馆在做这些，我们在维护的过程中，我们就不断的跟抓漏在赛跑。毕竟我们是一个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我们民众来的时候，我们总不希望看到说到处滴滴答答，所以海科馆大概我们到了冬天之前，我们就不断的在抓漏补漏。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故事。第二就是我们的电梯，我们电梯常常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在高盐分高湿度的环境里面，我们电梯的钢缆、电梯的钢盘，还有它所有的用油，它的机构机械，它的老化的速率大概都是别的地方的2倍到3倍的快，你说它的年限大概只剩1/2到3分之1啊，那电梯常常就会产生一些故障。所以我们开馆的第一天，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要去巡一下电梯，看电梯有没有它有高低不平的状况发生，有的话就要赶快保修。不过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因为海科馆的电梯还蛮多台的，一台在修理的时候，另外两台还会继续服务大家。哦，那我们还有那个手扶梯，那我们都是按照国家规定，每个月我们真的是每个月我们固定的在检查它。那我们常常检查到3更半夜，哦，来换它的钢缆或换它的用油。哦，那还有就是想得到就是最重要的是空调。哦，因为在高温在高湿的环境里面，哦，空调我们的空调管线又很长，那它里面假如说你没有定期去清理它，它会发霉。那发霉的空调管道很恐怖，就是你那个按键一开下去的话，它全力运转的情况下，第一它对人体一定不好，那个霉味真的你完全无法忍受。所以我们其实每年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从年初开始安排，这边落地保养箱，然后那边的空调机要保养，从这边保养过去再保养回来，差不多一年就过去了。对，还有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逃生指示灯，小小面的逃生指示灯？海科馆光是主题馆有1700多面的逃生指示灯。哇，好，那这1700多面，大家都知道，你稍微停电在断停电的时候，它会全部打开嘛。那其实我们的用电刚好海科馆是在基隆跟新北交界，所以我们的电跟水其实都是在所谓的管委的部分，稍微比较不稳定一点。那我们的逃生指示灯的损坏几率也比较高啊。那我们常常一过完年之后开始测试啊，逃生指示灯会不会动？结果没想到大概就有一半以上就阵亡了。那我们就要送到工厂去整修，或者是重新采购。那最重要的是这个，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好，这个照片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钢构的锈蚀的画面。其实这并不是现代的建筑物，而是它是在北火电厂日据时代留下的北火电厂时代最高楼层。我们当初为了保留日据时代老钢构的模样，大家可以看到它用的是铆钉，不是现在用的螺栓。那这种老钢构非常非常的难得一见，
那钢构其实在当年大概没有所谓的不锈钢的钢构了，所以他们当初用铆钉做的时候，那就是稍微以面漆和涂层来保护它。那以前因为它是在发电在，而且是用煤在燃烧，所以其实它里面的热度和会稍微保护它，让它的水汽没那么重。那可是后来北斗电脑退役之后，留给海科馆的这些遗迹，很快的就锈掉。那它锈的时候会怎么样？它会一层一层一层的像千层树一样剥落。那这非常危险，因为它是在8层楼高度的地方，就是海科馆的最高点。那我偏偏我们下面有一个那个特展厅，那小朋友会在那边跑来跑去，所以我们为了有一次为了维护这些钢构，我们向国家争取预算，我们编列经费必须去找到一种很特殊的油漆，它叫做鳞片漆，它是在油漆里面加上玻璃片，哦，打得很碎的玻璃片。它有什么好处？就好像蛇会有鳞片一样，哦，我们用这种像鳞片漆的来保护这些钢构，哦，这是还没有锈蚀的部分。那已经锈蚀的部分，它又是类似像文史的一些遗迹，我们不想破坏它、拆掉它，那我们是用用做公仔的技术，哦，公仔其实在涂色之前它是透明的，所以我们就用透明的 FRP 的那个纤维一层一层把它包上去涂上去。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 FRP 在干之前味道是很重的，所以这些工人非常的辛苦，那他们还要倒掉去涂那个看不到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整修了，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会找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遗迹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里面有做打光，那FRP 包覆的部分感觉上非常亮亮的很漂亮，那其他有涂鳞片漆的部分也会闪闪发光。那我们把北火电厂老遗迹的8张照片把它做成 3D 的地图刻在里面，那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对外开放，那我们应该会找一个机会，比较好的机会，我们确定说那个安全无虞了，我们就会对外开放。那还最后一点就是在想到基隆就会下雨，但刚刚讲了那么多不好的部分，其实基隆还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雨水非常的丰沛。那我在海科馆学到，就是我们雨水这么丰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它、截流它。所以这两年海科馆大概，我们为了跟环教做一个认证，我们发展一种东西叫雨铺满。雨铺满有两种形式，一种叫雨水集砖，另外一种叫做雨水桶。不管哪一种，都是把水流下来。哦，那水流下来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一场暴雨之后，原则上我们的雨铺满就满了，满了我们就拿去冲厕、浇灌，哦，那甚至以后我们可以拿去做那个水池的补水，哦，那这样子我们把这些水省下来，我们算过大概一年可以省掉30%的用水，哦，这也是在海科馆学到的新经验，哦，是。哇，所以真的海科馆真的好环保，你看那个雨铺满，然后另外还保留了我们的历史文迹，那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有把我们的一些经验跟观念都注入在海科馆的馆场里面，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海科馆哦。那海科馆在行销部分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哦，刚刚可以看到是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议题，季季有亮点，而且是一听一手做。那我要请凤仪主任再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不止跟旅行社合作，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教育这部分要扎根落实。好，我想哈，刚刚我们宋主任有讲到，我们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全龄的博物馆。那其实我们海科馆有一个跟别的馆不一样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山海景观非常棒。我们周边的山海景观真的是其他博物馆没办法比的，所以我们在规划游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更丰富的。那我们针对几个不同年龄层、不同的观众，我们其实设计了蛮多的游程，比如像学生来讲。我们学生其实是目前我们学生的课程主要是跟108课纲接轨，所以我们推出的是一听一手做，主要是要利用我们的展厅，然后有一些 DIY 的一个课程。那这些课程呢，其实都是跟那个课纲可以接轨，所以真的非常希望学校的老师都能够来利用。那除了这个课程跟那个课纲接轨之外，我们还有一些主题的课程，比如像鲨鱼、像养殖、像珊瑚，然后像科学，这些其实都是蛮好，可以作为那个体制外的一些学习，
所以真的很非常希望各个学校能够来利用。那针对成人的部分，其实成人的部分就会比较多元的。那像成人的话，我们除了拓印 DI 编织 DIY 手作之外，我们还设计的蛮多，比如说刚宋主任有讲到的那个 ARG。这 ARG 其实有点结合我们的展厅，你如果喜欢解谜的话，其实真的可以来试看看我们这个 ARG。 对，那除了个之外，我们在特定的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水上活动，比如说像潜水，像浮潜，然后像那个立桨，然后再来独木舟，这都是我们今年很极力推的一些活动。那当然这个部分也是要看我们游客的一些适应性啦。那当然但这有季节性，那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海湾其实已经富裕非常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些活动其实可以让游客可以多尝试多看试看看。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在地特色的一些课程，那这些都是我们提供给成人来做一些需要的需求来做一些服务。那另外我们还针对高龄者，因为高龄者其实是比较不像前面两个是比较需要活动比较，所以我们高龄者大概会安排一些展厅，然后还有电影的一些参观服务。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有推我们的北火探索旅游。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博物馆前身是火力发电厂，那它其实有一些文史，然后蛮值得去探究的，所以我们也排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游程，让年长者能够了解到那个北部火力发电厂当时在台湾扮演的一些经济角色，因为他们对于那些台电其实还蛮有深刻的印象。那除了这之外呢，我们典藏馆也是对于这些高龄者蛮重要的一个展馆，因为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镇馆之宝，就4.8公尺的巨口鲨，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进到我想典藏馆，其实对博物馆来讲，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宝库地方。那能够参观到典藏馆，其实是真的就是没有白来博物馆。所以我们大概会安排这样的一个比较静态的一个旅游。当然，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刚刚宋主任有讲的那个真人大富翁，其实这也是for这些年长者可以做的一个团刊游戏。真的耶。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些静态的展示，或是一些团刊活动，能够让那些参观者能够有体验，然后多体验，然后能够喜爱我们博物馆。那除了这些分领之外，其实我们针对身障者其实也推出一些导览的一个活动，比如像那个视障者的部分，我们会主要会针对视障者，以那个海洋文化厅的导览，以听觉跟触觉来导引他认识我们的展厅，那这是属于听那个视障。那对于那个智能障碍的部分，我们会选择海洋文化厅，然后用那个互动式的一个导览，然后让他能够去接触到这一个展项的后面背含的意义。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服务这些身障者。那像我们前一阵子推出的，跟拉黑子老师推出的那个海美美馆这样的一个特展，其实就是for这些身障者的一个服务。因为它其实那些展项其实都是让这些人可以去触摸的，然后我们透过那个志工的那些口语解说，让他慢慢去感受到原来这些垃圾从海边捡拾的垃圾怎么变成艺术品，然后让他们去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也在那个展览结束之后，我们办了几梯次的这种深藏的一个导览，其实获得蛮大的一个回响。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博物馆一直在做努力的，希望能够从不同的族群能够让他们去平等的对待，能够接触到博物馆的展项，然后吸收一些海洋的一些知识，这是我们博物馆很想努力做的。是，哎，听了真的很感动啊！没想到可以这么用心，在各种不同的分龄层，或者是不同的身份类别，对，这个让人家看到海洋的魅力哦。那最后剩下3分钟，我们要请宋博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哦，其实不止在地行销，而且很特别是还要再走出去哎。对，因为实际上走出去一直从开馆以来，海科馆开馆以来，我们要把东西带出去，啊，要把海科馆的底蕴给带出去，这一直是因为底蕴带出去了，我们就可以
创造海科馆的所谓的影响力啊，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已经努力了七八年了哈，然后甚至从还没开馆前就开始了，然后我们能够带出去的就是我们的特色，就像刚刚徐主任提到的，一听一手做嘛，对不对？好 ，OK， 那我们在我们的人员，我们的研究人员就要针对我们的专长，要做一听一手做。好，这个是这一年，过去这一年我们发，就是我这边发展的一个，就是透过手机去控制一个手做的一个遥控船。哦，而且它是水桨船，它是有典故的，就是以前达文西的原创啊，只是我们把它变成手机可以遥控啊。那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带到外面去，说实在它的需要只是一个小水池，啊，甚至学生可以把它带回家里面浴缸都可以玩啊。然后当然我们一直努力的是这个部分，就是科学教育推广的部分，把海洋科学、海洋科技的一些原理或是一些应用，透过我们设计的展示的内容带到外面去，甚至他们老师们都可以给我们借教具，就可以把那个影响性更扩得更大，这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就是说在博物馆里面推活动，是老师我们会很累，可是当我们收到小朋友的回馈是非常开心，是会感动的，会甚至眼睛会不瞒各位，就是眼眶会红的。就像我们曾经为台南山里面的山上孩子来看海，我们办了这个活动啊，就是在纳马夏那边的山上的国小学生来这边住3天2夜，到最后他们都不愿意回去，他说海边原来那么好玩哦。然后所以说对弱势团体的这种的一些这种创造他们学习的多元的环境，尤其是海洋教育这一块，也是我们一直努力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角色应该要扮演的。是，今天真的非常感动，谢谢四位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海洋科学的相关知识，而且真的是学到知识的水准原点，非常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室内空间，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产生一氧化碳，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想保命，跟我这样做：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三、改用电热水器。诺克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酒驾罚很大。一、提高酒驾违规罚锾，再犯才累计加重，罚锾无上限，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没入该车辆。四、酒驾重新考照，需强制加装酒精锁，找别人代吹也不行，要罚6000至12000元哦。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瘾治疗，不得再申请考照。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酒驾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我也需要喘口气啊，我快撑不下去。1966，我是个案管理师，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你偶尔会需要出差，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200元，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妈妈没有人照顾，这很棒哎，谢谢。接大嘴巴，来，好，我你走，一定要小心。明天。协助，从赋能照护服务的协助，以及我的高血压、高血糖，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现在我就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咯。这样就好了。对啊。哇，哎，都给你帅就好了。其实啊，现在生活里越来越多使用行动支付平台，那会不会以后我们